平常有这个腿部酸痛的问题吗？妈妈嘛，要照顾孩子，然后这也是你扛着，对不对？刚才哦，那肯定每天走来走去，很累，可能会累吧？他讲好的，会酸痛吧？一点点，我平常去举步会觉得累，因为也是有酸痛的，所以工作上面需要有时候会需要跑外面，需要很多走动运动到脚步。因为我很爱美嘛，每次出门的时候都要穿高跟鞋啦，也要穿裙子短短，但是有时候走了很久过后脚又很酸痛，所以就是有这个困扰啦。If you could stay like that. 是平时用手按摩法吗？有没有什么效果？如果说脚酸还是脚痛，就可能泡那个温水这样子咯。对、okay. 但是还是会说是很舒服啊，对不对？OK，那比较放松的，你看麻麻的，就是那种，就是有可以感觉到血在流啊。对呀、啊，你在放松当中。所以前面其实还是会比较很酸痛，但是到了后面，那个过程慢的话，比较轻松。但是过后我觉得放松，立刻放松。松弛到腿部会很舒服，会马上觉得很舒服，也比较结实多一点点，感觉还蛮不错的。At 14, there's just so much you can't do, and you can't wait to move out someday and call your own shots. But don't make her drop you off around the block. Remember that she's getting older too, and don't lose the way that you dance.